你把票吗？票票，谁票谁搞？来，哥来，来来来。 来三二一，秦顺泽！哇！秦顺泽！哇！老秦，这咋了？光票他还摁我，他还。好，来，这题有点难啊，有点难，请听题。 请分别说出一个第三个字是一的成语，比如说类似像万无一失这种。好，来准备。一心一意，一心一意，一心一意，焕然一新，三，沆瀣一气。对，沆瀣一气，对，惊鸿一瞥，惊鸿一瞥，惊鸿一瞥。 好，回答正确。小丁说了四个。音乐。咱们这把轻松一下，好吧？轻松一下，轻松一下，别去那儿了，摊摊太疼了，摊摊太疼了。我一个人在这边打，待会儿。 你在干嘛，迪哥？做点暗示。下一题。好，来，请听题，弟弟开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这个超过了你的知识范围，所以从这边哈，李瑞开始啊。从李瑞开始来，请说出一句三个字的你去见你对象的家长。 会说的话，伯伯好，叔叔好，阿姨好，就三个字，好年轻。会说什么？三个字，来。你好啊，你好啊，太难了。三二一，你好美，你好美，二一，我爱他，我爱他，我爱他。哇，好会啊！ 明明超出了他的知识范畴，没想到最会的是我弟弟呢。哇！哎，我想一下，对方的家长听到这，你好啊。<笑>你看，对方的家长就在这边呢。<笑>哇，好冷漠的六个人。我们想的全是叔叔好，阿姨好，全是这种，直接过去一个统称，你好啊。<笑>有没有礼貌？都不像你。来，最后一题，音乐。 我的精力已经没有办法在这边支撑了，已经没有半支撑了。你有没有发现李云瑞和倪妮都是在这挑战以后，到这缓几轮再过去，缓几轮再过去。三二一，跳！来，请分别唱出两句你失恋以后会听的歌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 几人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，惹多情的遐想，却轻易的走散。来，三二一，流着泪说分手，我不愿让你走。起高了，嗯，<笑>你好严格，但人家是对的。来来，第三二一，来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爱不爱我？可以可以，来云瑞来。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，哎呦，他心里每一分都属于另一个人。哦，全对了，太厉害了！好，挑战结束，请大家下来休息。目前公布一下我们场上的情况。 在刚刚非常激烈的少数派请回答之后，只有三位脱颖而出，其他的六位成绩接近，这三位将会获得其他六人的身份信息，同时可以决定
自己要不要更换身份。这三位分别是金汉，哇，丁程鑫，孟子义。哇，好，请三位稍后到有何不可来找我。我这样，我只说一遍他们六个的情况，然后你们自己在门口犹豫一下，回来一个一个回来告诉我你要不要换身份。现在场上这六个人里面，冰、了解了吗？嗯。剩下的六个人里面，八个人你怎么现在就六？六个人啊。咱们一共九个人现在。对啊，这不是有三个吗？好，去吧。想好了就进来告诉我要不要换。好的，现在三位已经知道了我们剩余六位的身份。我们三个可以相互交流吗？可以，但人家不见得会跟你说实话。我明白。对。嗯。哦，他们几个可以商量，挺爽哎。但他们不知道，到底他们自己是，他们自己，他们自己知道，就看他们骗不骗人。没事，这几个人啊，玩不明白。是吗？感觉到了。我感觉。玩不明白。从他们的表情看出了，茫然。琢磨出来了没？你们仨？现在少数派是火，所以现在应该是3-6。如果换的话，冰会变成少数，所以换不换是一样的。最后10秒考虑。哎，可以换。可以。但是我们俩不能都换，只能一个人换。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谁换。你绝对是剁手刀。他们俩应该是有一个换了身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感觉，因为他们俩换不换？他们俩应该都是多数派，有一个人换回来。4-6-3，他们两个都是多数派的话，3-6，一个人换过来4-5。如果我不换的话，就维持4-5，我还是少数派，我不换。你不换了是吗？应该是这样。来到中间，不知道。你不信任我了现在，丁程鑫。你没跟我讲实话。我跟你。我现在给你。几个位站到中间来。来吧。好，我知道。如果你没换的话。